近日，金秀贤在社交平台上一口气上传了42张照片，点开图片可以收获金秀贤松弛感旅行照、片场搞怪照、西装诱惑照等等大量照片。粉丝们见状也是十分惊讶，表示：若你真的不是在清理手机内存吗？据悉，金秀贤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韩国男演员，出生于1988年，拥有韩国中央大学戏剧电影系的学历背景。他以独特的演技和深邃的眼神赢得了观众的喜爱，成为了韩国演艺圈的一颗璀璨明星。除了卓越的演艺才华，金秀贤还积极参与公益活动，以实际行动传递正能量。他性格内敛而坚韧，对演艺事业充满热情与执着。无论是舞台剧还是电视剧，金秀贤都能展现出卓越的表演魅力，为观众带来精彩的视觉享受。日前，金秀贤和金智媛搭档的当红韩剧《泪之女王》以惊人高收视率完结，两位主演也是抓住各种机会频频发糖。我们也期待。